没有老板给送火箭，只能这个样子了啊，凑合用吧。撇肥皂 ，Q 一下，想打我？你这还手？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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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比看上去还要重。Q 一下，撇肥皂，平 A 吃药。抽一下，接平 A。我已经看透了，有耐心才是好猎人。平 A， 抽一下平 A， 减肥皂，致命点燃，死。二级学个 W 溜。知道我会用什么？手推车。抽一下，撇肥皂。减肥皂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抽一下，插个眼儿。二级学 W， 撇肥皂，减肥皂，一下 W 走。抽一下，撇肥皂，减肥皂，这就叫拉扯。往右边靠，直接闪现撞墙啊！抽一下，撇肥皂，打不了一上墙 A 一下，抽一下死走了。打个爆破，你会发现他跟俺们的对线啊，就是特别难对。我们利用了无伤耗血的拉扯，而他没办法无伤耗血，所以他就会比较难打。100个细节在里边，学着点吧。先来个小日炎，十刀把对面打崩了。我11刀，他十刀，你想补多少刀？如果你在等着我放弃，那你也许一时半会儿走不了。那中单塞纳我也是佛了。撇肥皂，他这波一定会上来打我，知道吧？但是没关系，我们有肥皂。抽一下接平 A， 打不着我，我能打着他。E A， 抽一下，撇肥皂 W 挡下来，抽一下。真德玛西亚，谢谢中奖杏宝宝，还有两秒钟开奖啊！他打不了我们就E他。他 Q 我们就跑，他要是 E 我们就开 W。 好，这波撇肥皂，W 一下没用， Q 一下起飞。打个眼儿回家了，出个部件还加移动速，谢谢银菜美，错了，银菜银还大的美筋，哎呀，我谢谢我美筋女粉丝的一个飞筋，这不是飞筋啊，火箭呢、啊、感谢美筋那个大火箭。
今天给你们荧光棒增量搞一下，咱再来个300的小抽奖啊！把荧光棒增量的福利今天给它做掉，不要辜负了我们女粉丝的一个大火箭。谢谢美金儿。玩吧。你都送完了，你送完了明天也增量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来撇肥皂，一上墙平 A 接 Q， 想打不了我，那打不了不到。上墙 A Q 点人 W 走，往哪走？不回家，我小炮不杀你。谢谢王十一。锤子才是主力，我只是负责甩而已。要砸下来了！直接插针眼，插假眼，插后截他。撇肥皂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什么意思？上墙 A 扣一下，撇肥皂，撇肥皂扣一下，这个肥皂很重要啊，撇肥皂，上墙 A Q， 往哪 E 呢？奶妈给大了啊，看有没有屎，吃一口。 OK， 每一步都是正接近目标的一步。感觉这人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，你看看。上墙 A Q W 起立接平 A， 完事儿，我们这小炮已经无敌了。没用，打不死，不掉血。哎呀，王八，这老王八，我给你大嘴巴子，老王八。现在这小炮好像都出冰拳，我试试，我也出一个啊！谢谢，什么时候的能中上千？我英雄，无稽之谈。减速。也确实，我们这小炮用不着日炎打伤害。来，这波怎么回事？算了，还是回上路守的吧。谢谢老重生的办卡，还有5分钟开奖啊！直播间现在只有7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。我一寻思，这劫呀就得无敌。
打不到，嗖一下，撇肥皂，捡肥皂。抽一下，撇肥皂 ，D A， 抽一下，平 A， 撇防御塔，哎，好的，好 E A， 抽一下，他放弃了，好像有点。平 A 减速接 Q， 俺是大宝宝，谢谢长安归故里。哎，有蓝 buff。加了，无敌了，45，我看看啊，还有3分钟，现在是30张办卡，先来个这个，先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，扫一下，给下当了，我们赶紧过去啊。一个人头也能下当啊，我都没被下当呢，他凭啥下当啊？锤石为啥走啊？跟我来来，他俩指定不能走，揪奶妈的奶呀，快过来呀。哎呦，这奶妈真好看，这个皮肤。跳弹扫一下没影儿，全死。先揪你的奶，起立，套点盐，扣一下 W 六平呢。把下路拆了。谢谢你来看我呀，还有1分钟开奖啊，刚才谁送的，刚才谁送了好多办卡，谢谢啊，谢谢老板的办卡，感谢。哎，这个玩吧，来来来来来玩吧，我这追不上你了，还哎，你给我上墙，我天哪，我没顶过他，他这个龟有点硬啊，我先去帮一小队友吧，别都死了。上墙，我为啥顶不过他呀？我好难受啊！我为啥？我凭什么顶不过他？谢谢纯真夏侯，交给你了。啊，说错了，纯情夏侯。老王八，我还顶不过你了，我顶你！先杀奶妈，平 A， 平 A， 先杀奶妈，扣一下，上墙！谁的王八？谢谢蓝天汉是我弟弟。谢谢搂死他8491。谢谢老重生。谢谢叫我爱你。你还给我顶，我今天不顶你。谢谢你给我上墙。
打死他！好痛啊！我给你个肥皂，捡个肥皂，走了，不打了，太幼了。感谢恭喜中奖啊！中奖什么？这个升级几个任务了？这干什么呀？这是，嗯。给你个肥皂，你敢打我？你在干什么？我 A 你一下，快跑，快跑！哎呀，走呗！哎呀，我靠，掏了我一下，给我掏死了这一下子。他什么也没干，他只大了我一下，加一个掏，我们死了，给我斩杀了。漂亮，哎，不漂亮，塞个奶妈还得交闪吗？来个巨人腰带，你这个大劫，我今天我是你的劫，我不追死你这个劫，你看着呗。我今天必须追劫，啊、嗯，必须追劫。吃我一发平 A， 给我减速，抠一下，你给我上墙。扣一下再平 A， 今天你必须死，小伙子，今天你必须得死，明白没？什么叫必须？明白什么叫必须不？你给我上墙！大我杀王吧！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给我追王吧，给我冲！嘲讽！上墙！抽一下 W 挡住平 A 先发 ADC A 接抽接起立平 A 一回来 A 一下抽一下我们死了，这卡莎太能跑了。没带凯旋，带凯旋我全扫。嗯，这小炮下饭呢，我说实话我不想要他赏金，要是能一直杀人不给赏金，我宁愿杀一个人给100块钱，真的。老有这赏金，就挺烦人的。跑什么？我搁后头呢，杀奶妈，别给我害怕啊！好勾，平 A。W E A Q， 算了，溜了。我们现在就野区小螃蟹，横着走。干来，别怕，上墙 A Q 一下平 A。平 A， 起立点烟，扣一下平 A， 算了，扣一下，捡肥皂上墙 A 一下，扣一下平 A， 再见，扣 W 就走了，撇肥皂，扣一下，我死了，你给我收割，
杀，兄弟！哎，漂亮，给我上来嘛！王八，王八的控制有点反应。王八，我们打王八不掉血，王八打我们不掉血，那卡莎打我们还是掉点血，以导致卡莎跟王八把我们给杀了。哎，锤石有点猛。我差个冰心，差一个那个巨酒。我的小号不够用，没有王八，他们不可能打得死我。不是不够用，是我们虚区不太够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捡灯笼，捡灯，捡灯笼。人还真是有点多呢，撇抠一下，撇肥皂，捡肥皂，一上来摁一下抠一下，平 A W 挡住，抠一下，摁错，我没想大，你知道吧？走开，我来，我给你个肥皂。上抽一下平 A， 我打死这玩意儿吧，捡肥皂。挡住，抠一下接平呗，致命点燃先保金克斯，捡肥皂，漂亮，先杀奶妈，揪你的奶，你们就一个一个上啊，一个一个上，一个一个上，我打死你，葫芦娃，玩不先上，玩不死，青钢影的上，青钢影死。AD 再上 AD 死，卡莎再上，不是奶妈再上奶妈死，还剩最后一个，剩个杰，杰上杰死。我之前回到这里说了什么？我真想去打个短，打个蓝的，实在是没蓝，有的时候。俺们家还有个塞纳跟佛爷哥呢，这俩人怎么为什么没看见过呢？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塞纳出了个反甲，铁板鞋。现在我看谁还说我是妖德尔人，我看看到底俺们谁大。我大不大？抽你一下！打大龙了！
回家出聚酒。我又大了一点。这回不小了吧？这回大了吧？一个德玛西亚人，一个诺克萨斯人，和一个弗雷尔图人，一间酒馆。老板问：要来点什么？德玛西亚人说：谁的王吧？我们家王吧。勾地这么准，你给我上墙平 A。哦，这 ADC 就差一点就死了。平 A 上墙扣一下起立，我的天哪，太猛了，金克斯太猛了。MVP 不是我们